你努力就会有收获，什么事情都是要多劳多得的。那么陈思啊，你送外卖三年啊，赚了102万是吧？你最高的一个月赚了多少钱呢？跑外卖最高一个月挣了6万。6万也是每天跑18个小时。是的。你最多的一个星期呢？最多一个星期就10000多。你这个真的是够拼的啊。只能说你努力就会有收获，既然在这上海了，你就什么事情都是要多劳多得的。但我相信像你这么努力的外卖小哥也不少啊，你肯定也有什么技巧的是吧？技巧嘛，技巧有啊。像我的话，我基本就会在人多人群里面送饭。什么叫做人群最多的地方？就比如路最难走，人
丫丫又是没头。 Thank you.